对来说还是稳定一些，是吧？目前还比较稳定，暂时也没有适应什么。就是那灰色的那个，还是有点咳嗽，不是吐那个小白沫，白沫。他的话，要不然就再做两下。行，那再说这会儿再打几针。那再三个，三个带回去吧。行。就是他出去不知道带回去以后，就是也得隔离一段，也得隔离好几个点，是吧？三到六个。至少如果有条件，至少得隔离一个月吧。至少得。隔离现在能。没什么明显的症状，你看加强免疫，他已经。现在回去反正得多长时间？一个月。也是一个。不要适应一个月，再打一打打疫苗，二年的也行，四年的也行。但是回去之后，就是还会不会出现一些，再发一些像呕吐啦或者其他的一些症状？有可能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温度怎么，这边可能暖和一点。去那边的话，它单独空调嘛。如果到那边回去之后，可能会冷一点，会呼吸道冷，或者说复发。但是多管它嘞，多管它看。但是如果有问题的，及时的隔离。如果再出现这个症状，就是出现吐了或者有抽搐的这些，还是再待管，还是得及时来治。对对对，再待管。那我先把这三个带回去。再打几针，我觉得。然后呼吸的话，我看这两天只能锻炼一下，就是。那行。这会儿别不吃东西了，对。瘦，太瘦了。慢慢就恶病治了，就耗死了。别包裹了。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熟了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山明和水秀不必你有看透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。